靠北勒。请你喝饮料，老子有钱不用说谢谢，叫爸爸就可以。谢谢老铁。这把感觉可以选那种物理的，因为我们打野选那个 AP 的，有没有？那我请一碗卤肉饭，叫声柠檬哥哥。现在30块还买得到卤肉饭吗？好像不行哎。感谢啦。这把我必须选物理的中路啊！你们看他们这个阵容，两只 AP 的，我再选 AP， 估计 AP 量就爆炸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中路物理的有什么可以选。卡萨丁。谢谢宝宝，谢谢宝宝，哇啊，太神啦！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两位宝宝。表演一下如何让我叫爸爸？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说好的双排呢？双排没问题啊，你的 Super Chat 不会跳，但是他的会跳，为什么你的不会？椅子这场15杀，为什么你真的不会啊？我敢啊，15杀是吗？我看一下对面这个阵容，嘉文。上路这个是什么啊？狼人伊泽威尔。如果这一局超过30分钟，我估计可以。哎、欸、靠！我怎么还没死？干！很棒哎！我去，还没了！过来，来给我干的，干！喂！哇，好亏哦！啊、哦，亏爆了啦！啊、哦，我的闪现跟点燃，我一加一点的 W， 为什么要搞？干，我前面的压制力都没啦！还行啦，还行啦，还行啦，打个卡萨丁应该是很简单的才对。不谢不谢不谢，谢谢宝宝啊！开桶，再桶一下。谢拉宇哥，不谢不谢不谢，我自己要求的，但是谢拉不用15杀了，直接给你。不谢不谢不谢。好，这一台炮车，各位观众，这一台炮车他要死了 ，Watch me， 我可以吗？要不要吃？哎呦哎呦，还敢不回哦，还敢不回哦？准备好了吗？2、3、啊、再见。不是，他根本就不能这么嚣张的，他把我当白痴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闪现没用，回家。好，这一波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直接大绝砸下去。主播比丁特还帅耶！当 TP 在用而已啊，其实这个东西，反正我们线上已经取得优势了，那就无所谓了。你怎么不是考虑出鞋子？毕竟他有位移。出鞋子，我跟你说，出不出鞋子是这样去决定的，就是你觉得你线上拿不了什么优势的时候，你就出鞋子去跑线。但是我现在线上是屌虐，我就懒得出鞋子了，我一直插他就好了，我干嘛跑？我不用跑，我一直压着他就是优势，你懂意思吧？再见，老铁。这个嘉文现在想吃这个好东西啊，被我抓到。然后我来这边先吃一下这个球果，抓个嘉文，特别舒服。嘉文抓到你了，不好意思了。有没有各位？一切都是我预料之中。哎、欸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哎，我都单杀两次了，帮你拿那么多优势。那个中路的兵放一波给他吧，我们把这个索拉卡杀了。Help me! Help me!
抓到你喽！鬼刀，想跑，死、啊、切！看他演员吧！哎、欸，我们上路是不是演员啊？啊？好吧，可能不是。哎、欸，不要再送了，拜托了。看，真的一直逛街，就是疯狂逛街，从不手软。OK， 起风。嘿嘿，不爱。干嘛、啊？很屌是不是啊？很屌是不是啊？很屌是不是啊？来啊！都觉得自己可以杀掉我。What？ What the fuck？ 金では払えねえぜ。何？靠背嘞！哦，被蹲了啦！耍白痴了啦！送钱！我来啦！不要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 OK， 哎呦，哎，他们是要抓我，他们是要抓我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来啦！可以呀、啊，老铁！只要索拉卡一死，游戏就会赢，就那么简单。哇，这卡莎丁有痛哎、欸！我以为他打不动我的，我跟魔豆二打三吗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二打三了。对嘞，狂戳猛戳，有感觉了吗？各位，
我几杀啊？我这把几杀啊？是不是刚好15杀 ？OK， 这3000我收得下啦。谢谢爸爸，谢谢爸比。47000点的伤害 ，carry 全场。我只能说，我特别会开战。你们没发现每次都是我在开的吗？每一个会战都是我开起来的。